瞅瞅，看你这色气，多正！这家是牛羊多多呀。看看这牛啊，这家子，这老哥有点挑花眼了，现在都相中了。你家那边有这样的质量牛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这色系这家多好，这骨架也都挺好啊。这月龄这玩意儿就是十六七个月，月龄小。这要不你研究这条也行。看看，陪咱家鸡西客户啊，到农村选牛啊，这纯是山沟子，看着，纯山沟子，山沟里头也有好牛啊，山沟里头一样飞出金凤凰啊，看看啊。这差了，这么小吗？这个？那咱这差不了多少。你知道价不？哎呀，这小桥整的挺好啊，真挺像样的。也问不小。你过来看看这小的这个、这个可小，这个你操，你过来好好瞅瞅吧、你别管知道了，你这个小点啊，这个小家的小一圈儿。明天整三个小秃子也行。把这个大的去掉了。大去掉了。这鱼啊。这鱼有了啊，这是六个。你这牛就是我们搁这打完疫苗，观察个两天三天没事吧？你就是咋就是你埋土埋不妥的话，你就是给我这嘎子扔几天都行。有毛病全是我的，这我都敢保，因为我自个心有底，心没底的话，咱敢这么说。
是那行，我就啥呢？我们再你打完一遍，我们再打一遍，这鸡皮再打一遍，打一遍，我再观察观察。嗯，因为啥？这玩意儿整个口子一回家他妈闹挺。那对。他们这个新养牛的都不明白。对，咱谁整这玩意儿？谁整这玩意儿？这不像整个小鸡小鸭的。对。这羊啥的，这玩意儿这不。你别像咱们这这吃不起，总摆着这玩意儿，有点口子那都。随便挑选的，看这牛，这质量，哇！这吃的哇哇的，看看啊，吃多香！这家得摔犊子，这家运上的不小了呢。这没指挥啊，打出来都不赖。这秃头啊，这秃头啥价？我当你整哪个？先打两下也行。打个价。